一杯哦，不然比较好笑啦。你的你叫重口味哦，都还没有喉咙进。来来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。鲁尼，他是哪一组的？我是阿美族。阿米阿米有杯子的，哎，阿米族的都漂亮哎，就是白样，白样也漂亮啊，小样，白样要看情况啊，漂亮啊。阿美阿美，其实搬家装，我记得要发光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然后老师就问说，哎，那个请大家举例一下热胀冷缩的现象。然后有一个原住民学生说，那个老师寒假四个星期，暑假八个星期。哦，啊，热胀冷缩。这种小笑话里面的本子里面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拿出来讲。这辈子没有去过旅游，然后就上了游览车之后呢？然后就一路玩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，以前的那个游览车上面是会放迷片的。游览车嘿。对对对，以前是会放迷片的。然后呢，可是那个老先生因为时间到就比较早睡，哇，那个老太太就沿路看了，看到后面越看越气，就直接打她的老公，你都骗人，你都骗人。她说我哪里骗你啊？那个东西可以吃，为什么不讲？走进去这个动物园呢，首先呢，我就先看到一个长颈鹿。哎呦，哎，长颈鹿，可是这长颈鹿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它就一直撞那个地板。我说，哎，它都流血了，怎么不会痛吗？这样子吃土。然后我就过去，我说，哎，长颈鹿，长颈鹿，哎，动物是会讲话的那边。对对对，都喜欢动物园。对，喜欢动物园。我就说，哎，你的不会痛吗？一直撞地板。说没有。我立志要学外面那只长颈鹿，这样，还要学那个动物园外面那个长颈鹿。我就看过去，我看到了我就吓一跳。你知道他在学什么吗？他在学一台挖土机。我走到动物园里面，是，我就看到一条蛇。哎呦，哎，蛇啊，你今天走路特别奇怪，你怎么是直直的走呢？你不是应该弯着走吗？蛇形啊。那个蛇就很闷的回答我说：“对，我之前弯着走，我得了脊椎侧弯。”啦啦啦。树藤打枝哦，树藤，树藤打枝，然后去那个是毒鱼用的。哎，没有它，其实它也不是毒鱼，就是对，就是昏迷这样。哦，然后那个鱼会从上游这样飘下来。哦，然后那次是比赛的，就是看你的鱼货量，然后最后称公斤数这样。嗯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哎，这个只打多一点，这条河流应该就是我们冠军的。哦，那我们就上面就打了，然后打完之后就下来，哇，这应该是 OK 了，破洞了，哇，因为我们只打很多，结果下来看到那个大雾，哇，真的有。有，我们全部人有有有，哇，这很大很大，然后结果下来，哇，这不是你舅舅吗？下来是舅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舅舅他比那个外围的马拉松，他比外围的马拉松，他口渴，想说在中游喝水，我们在上游放毒啊，舅舅就下来了，下来我们拉哦，裁判这个要算重量吧，我们那届第一名啊。婚丧喜庆，其实阿美族有一个词叫做"巴格浪"。啊，对，巴格浪其实就是一个会后会，它有点像是那个庆功宴的感觉。瞻仰仪容的时候，瞻仰仪容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姑姑他们在准备走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很可怜，他们就这样走进去。然后走进去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，三个姑姑就这样，一直在那边憋笑。然后想说，这三个姑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可是现场的时候其实还不行笑。然后一直等到巴格浪的时候，三个姑姑才开始大笑这样子。然后就叫他们的小，叫那个往生者的小孩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如力过来，你们是怎样啊？到现在的还不懂得孝顺？你刚刚那个啊，姑姑是怎样？
为什么死掉的时候你们还不请好一点的化妆师？那个妆那么的丑，都已经当鬼了，还要真的这样子，我们看到的时候还像鬼一样。那天是寒流来袭，然后把个浪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围火。等围火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塑胶椅，对的。然后塑胶椅的时候，那个我越做越矮，对，你不是开始融化了？对对对，我们隔壁村的一个阿姨，她就在哭，然后因为我们原住民就是有那个有人亲朋好友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又围在一起，然后就一直哭，然后那个哭的声音很像在唱歌，哎，会那种感觉，吟唱。然后她的朋友说，嗯。不是啊，这个故事的跟他什么关系？这样子，他怎么会在那里？这样子，然后想说他感觉他去凑热闹的这样子，他就说啊，叫他去喝，跟我们一起去喝酒这样，就拍他的背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去喝保利达这样，然后他就一直不理，一直哭啊，就很认真的在哭，他就说啊，他真的很难过了，我们不要闹他了，走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这样，就那阿姨就突然转过来，等一下，啊你们套什么这样？我真的不是在哭吗？他后来就真的就去跟他们去卡拉 OK 了，然后再唱唱很开心，哇，唱唱一唱，然后他那个阿姨就说：“等一下，哦，刚刚那个过世的到底是谁？”他根本我这种黑色笑话，真的是土著，土著，确定吗？这个土著就是荡荡哦，胡辣辣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后来有那首歌嘛，热爱一百零伏度的你，我的青春在蒸馏水。阿美族的那个妈妈啦，她就到北部，要想说啊，儿子你要去学游泳课这样，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啊，那个小朋友因为学自由式啊，那个教练不知道，哇，这小朋友的幅度太小了，幅度太小了。那个妈妈在上面呢，幅度。再跟他讲一次，我真的会打他。这谁的小朋友幅度太？就像我们有一个那个姑妈嘛，她因为在那个乡公所检查的时候，因为她没有去过大医院哦，乡公所检查就是那个乳房那边好像有硬块，有硬块这样哦，你这个可能要到台北，然后去比较大的医院去看这样，然后就带姑妈，然后就坐火车，然后坐火车，然后阿姑妈说啊，这火车我会坐啊，然后就带着她坐这样，哇，结果我们坐错车这样，坐错车，然后我，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他们的处理方式，啊，那个列车长就过来就验票，说哎呦哎。这位置好像不是你们的，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票？啊，你看啊，他就看，哎，你们不是呢，你们这是平快，这是自强号呢。啊，所以呢，有没有到台北嘛？有啦，是有到是有到啦，可是你坐错车啊，平快跟自强号哪有差吗？一个比较慢，一个比较快。他就说哦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你叫他开慢一点，我没有赶时间。姑妈，你应该会挂号吧？简单呐，我有读书呢，去这样挂号就挂半天的，在那边撸很久。就那个门诊小姐，哎，请问你要挂哪一颗？哎呦，我要挂两颗啊，因为要看两颗嘛，要看两。我们没有这个科系，那所以挂哪一颗是只能看一颗嘛？那我挂右边的好了。那个郑公说那边有那个闹了念经，我要办这样。哦，好，你去办啊。结果他就出去，他就看到那个证件就在桌上这样。在这边我看你怎么办这样。就去，哎，陈妹妹还真的办回来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我的那个存管部明天就会有钱了。哇，所以你怎么证明？对啊，怎么证明？我脱上衣，他看到我的胸毛都白了。他就说哦，你是老人，哦好就可以。他的那个老婆就很生气，那你为什么不要把裤子脱掉，缠着手上一起办？阿公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，阿公带着小鸟一起不回来，阿妈还要用，阿妈不要用。啊，我的名字叫做杜佳琴。
啊不对不对，请你喝一杯。知道为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长得太漂亮了。